现非常的好，我很压抑，就是小朋友可以练得这么有表情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啊，还有那些句逗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好。唯一一个我觉得大家的共同的地方，就是每个人都好紧张，一直看着自己的稿子，可是都没有注意到其实你是念给大家听的，不是只有念给自己听，这是唯一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。那其他的大家都表现得很棒，谢谢。